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传来花语，唔系呢个紧急联络人。好似呢首歌，唔知点解好 hit， 都 OK 嘅，我觉得都几好听嘅。咁样咧，呢首歌 F key 啦，咁我就玩完 key， 玩 F key， 去到最后咧系会变咗做 F sharp 嘅，所以新手朋友们可能就痛苦少少，咁就未必啱玩。咁但系我照用我嘅方法走一次俾大家睇啦。好啦，第一个 B flat chord， 新手嘅劝退。B flat chord 系食指巴住第一格，但系咧我哋唔弹第六线嘅。如果最理想咧就系只食指指尖微微瞄住第六线，跟住咧用一只无名指辣落去第二三四线嘅第三格，跟住第一线咧系要。第一线系空嘅，我头先有啲唔响。第一线系要空翻俾食指巴嗰第一格嗰个声，啊响晒就系呢个声啦。OK， 劝退啦，即刻。跟住咧 ，intro 我写 C on B flat 嘅，咁我通常就听到乜就写详尽啲啦。但系你问我 C on B flat， 其实可能都。唔系 C on B flat， 我等你揿到 B flat 按 C 先。C on B flat 系 C chord， 但系用 B flat bass， 其实都弹到嘅。即系咧，我哋将个 C chord， 但系咧本身用第五线第三格做 bass， 但系就摆喺第五线第一格咯。咁我变咗一个咁嘅手型啦。咁又诶都几好听嘅个声，但系就睇你哋想唔想用啦。如果唔系用翻普通嘅 C chord 去，跟住 A minor、D minor。是，咁呢啲 common 啲嘅 chord 就唔特别啦，讲啦，大家可能都识或者上网查。G minor 巴住第三格，呢指无名指喺第四五线嘅第五格，有乜特别技巧咧？冇啊，通常我巴六线巴 chord 我都会高啲嘅食指，你见到我食指突出嚟都突得几高。咁因为我个关节系会咁样令我第三线易响啲，同埋我有阵时。唔係，我都基本上經常會用隻中指輕輕輕輕再幫佢握一握隻食指嗰個，咁就好似有力啲。如果唔係，你唔使跟我，我習慣嘅純粹個人。OK， G minor、A minor、B flat、C。OK， 呢個係 intro 出現嘅 chord 啦。咁之後都應該嚟嚟去都係呢堆嘅啦，暫時後邊應該有啲痛苦嘅。我用 C chord 算啦。其实 C 用 B flat 我都唔系好熟咁样。OK。用咩方法呢 pattern 呢我会用 T23 只手指齐勾啦，第一拍 one， 跟住 M 拍用只食指勾第三线 M， 跟住 two。仍然都是下面那两只手指一二线，跟住 and 就翻翻食指第三线 ，one and two and， 诶，唔系，我谂谂好似一只好听啲咯，咁我哋唔好勾两只咯，我哋头嗰个三条，跟住食指，跟住中指食指，好似咁好听啲。咁咧，如果咧？呢度啦，譬如 D minor 同 C 咧，一拍一个 chord 咧，咁我净系重复头嗰两下嘅动作，就系 T23， 跟住食指一 ，bum bum 呢个 three and 啦，跟住 four and C chord， 跟住就 G minor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唔好，好嘅，教晒 ，OK， 我一路走咯。传来发语问你是我的。好啦，四拍一个 chord 嘅时候点算咧？我就会 T23 啦，跟住一，跟住我哋头先中指跟住翻去一噶嘛。嗱，讲指法先，尤其系咁个仔。首先我系 T， 食指系一，中指系二，无名指系三。我将呢三只手指放喺一二三线，最 basic 嘅简单版。OK， 咁咧 T23 第一下我哋三只一齐勾，跟住一咧就食指，跟住二就系中指一。跟住三一三一二一，
其实简单嚟讲就 T 一二一三一二一，但系第一下个 T 咧，我会加埋下呢个两只手指，出嚟个感觉就系、是。咁啊走晒咯，系啊，咁一直去啦。咁两拍头先 intro 已经系两拍啦，咁而家四拍息啦，咁就可以冲落去啦。第一段，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熟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咁呢个事实数啦，可加我唔加嘅。如果你觉得好复杂，可以唔加啦。如果要加，就系将只食指巴埋条第一线嘅第一格。呢、這个操作可能唔系个个做到啦。系啦，加到又加啦，加唔到你可以就唔试。咁头先，我想顺便讲一讲，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个 G minor A minor 咧？呢、這个和弦象形咧，其实 G minor 咧褪过两格可以系 A minor 嘅八格。咁你可能为何？咁咁啱 A minor 嘅下低咧，只要我摆个 B minor 咁嘅手型落去咧，就一个 D minor 啦。所以呢度系可以咁样搏嘅。其实只有 B flat 都喺呢度嘅，很不解，同一个声嚟。将 F chord 嘅手型放喺第六格就系 B flat， 很不解，我怎不删了它？咁其实你可以全八格走，譬如 G minor 啦，呢个又系 C 嚟嘅。我哋将 B flat 嘅手型放喺第三格就系一个 C chord。咁睇你上唔八格啦，哎，听唔听啊？我都有啲唔响啊。OK， 好，继续。我知不该闪电手。B minor seven flat five 系食指第五线第二格，中指第三线第二格，无名指第四线第三格，尾指第二线第三格。我知好啊，但系呢个 chord 咧净系中间嗰四条啱音嘅啫，所以头尾都唔可以弹嘅，第一线都唔可以弹，所以咧我啲手指就缩上去。我知不该，但是不该。B minor、B flat minor， sorry， B flat minor 就系 B minor 停过一格。其实我头先好似冇讲过，好似当大家都识咁 B minor。B flat minor 食指摆喺第一格，中指第二线第二格，尾指无名指第三四线嘅第三格。OK， 跟住 A minor seven 就系 A minor 中间嗰只穿窿放咗条第三线。D seven 就系一个倒转咗嘅 D chord。唔讲啦，睇到啊，讲话点咧？中指第三线第二格，食指第二线第一格，无名指第一线第三格，我好似连骨咁过嚟嘅。咁呢段咧成句，我知不该，但是不该，像某种流亡的爱，似你之外，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好啦。B flat major seven， 因为呢个位咧用 major seven 就个感觉真系好出嘅，所以我都照写啦。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唉，冇讲。B flat major seven 就食指翻住第一格，中指第三线第二格，无名指第四线第三格，尾指第二线第三格。哇，觉得自己读得好顺。我知我有一丝半秒分伤悲。继续个 pattern， 让今晚异地断气，问你可很识夜。光搭通宵客机 ，F major seven， 食指楼梯级，食指中指无名指，第一二线第一格，第三线第二格，第四线第三格。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 ，OK， 呢度咧有个括住嘅 B minor 咧。seven flat five 嘅，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难，可以唔加 A seven 讲一讲先。我自己会中指第四线第二格，无名指第二线第二格。D minor seven 夹住第一二线嘅第一格，中指第三线嘅第二格，悲细第四线啊。我好似冇乜讲过啲 chord 嘅悲细 feel， 大家自己查，哇，极不负责任。
若觉得将这将这沙音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好啦，呢度小心啦，见到我有两条间啦，之后下低有个 A minor， 其实系同一个bar，所以咧，我想你三拍 G minor， 一拍 A minor。若将这沙音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有啲胃气，啱啱食完晚饭，思想是你顶住咗啊，对唔到出嚟。OK， 跟住就可以数一下，之后我哋就变骚啦。头先系咪讲得好快啊？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啦？总之就定系我阵间，我阵间成手做一次啦。唉，好平时好少做呢个动作啦，今次买大包。OK， 继续四拍 pattern， 单单。Up u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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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e and a four。谁联络你？若我在某边处遇到，如教你苦痛亦算合适。浪漫甜蜜那阵时，两拍啦，又两拍 pattern， 落落落上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记得只手 keep 住喐。One E and 啊，我喐咗四下嘅，虽然我只系数咗一下。One E and 啊 ，Two E and 啊，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太累眼，谁料情感无常。好啦，呢度咧，我都唔系好记得个声系点嘅。谁料情感无常，系咪翻翻崩？好似系咁啊！哇，好难啊，不如唔好做啦。我而家自动放弃，因为。因为我听到有呢个声，所以 mark 低咗。除了情感无常，唉，定系教埋咧。好啦，我将个 B flat 变咗一个 F 嘅八拍。嗱，如果呢度咧，大家唔想咁复杂咧，可以 B flat 两拍 ，G minor 两拍。除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咁就搞掂啦。但系如果想跟佢原曲小编曲咧，咁我就会将个 B flat 放做一个 F chord 样。放在第六格，因为咁方便我跌落去 A minor 就系 G minor 个样，放喺第五格，咁就 G minor 啦。佢个拍子系咁嘅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and a three and a three， 所以咧应该系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and a three。你应该用个 long long。落上落去住，等等，继续我哋冲过去嗰个好鬼嘅高鬼难嘅好鬼难嘅 F sharp key。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于是我今用错 pattern 跳两拍两拍。你去问你可肯即夜讲得通宵合机？有一丝半秒欢喜，以后每你点会咁嘅？哦，哦，哦好啦。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下来烦住你？又觉得一个怪怪地嘅。嗰、那個 B flat 可能唔係真係 B flat 喎，但係點解咁寫？死啦！自己拍住片度，自己質疑自己。可能我聽到 bass 去跌落去，但係嗰個 B flat 嗰個有啲怪。我哋唔好用 B flat 啦，我哋兩拍兩拍。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在無人以後去牽伴你？觉得将职责任加诸狠力，其实我成日觉得呢句好好鬼巧合。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只想是你，必须是。好啦，呢度咧，呢度有个特别嘅 pattern， 我可以学下啦。One and a two and a three and a four，down up down up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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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好啦，跟住咧，究竟嗰堆系咩嚟嘅咧？按。D flat 同埋按 C 咧，我自己通常弹吉他我就唔处理嘅，可能如果夹 band 就交俾支 bass 处理啦。如果自己咧，我有个好简单嘅方法处理呢几个 chord 嘅 D minor， 应该好开心嘅大家。D minor major seven 咧就系将只无名指褪过一格，变到由第三格变到第二格，跟住 D minor seven 咧就真系弹翻 D minor seven，
跟住就要閃電手 B minus 7.5/5。騷擾的人疑之相是你，必須是你，很想被念如果想呢个 pattern 再丰富啲咧，你可以用啲 music 先。咁我自己会用呢个手放松，跟住揦埋住，令到佢出现呢啲声音啊，系啊，唔详细讲啦，系。就算再生亦被怀嫌弃，我想这唯一是我想。G sharp, you manage. 系咪呢度啊？睇下先。呢个 F 点咧 ？F sharp 点咧 ？G 系咯，应该系用呢个啦。好啦，将只闪电手，头先我哋 mark B minus 7.5/5咧，个闪电手系五线、四线、三线，我哋而家将佢跌落去一二三四线。唔系我头先 up 咗啲咩？唔知 up 咗啲乜 ？OK。食指第四线第六格，中指第二线第六格，无名指第三线第七格，尾指第一线第七格，系咪呢个声呢？就算再生亦被嫌弃，都想这遗言说我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Effect 个样放喺第四格，惨啦！跟住你哋都系痛苦噩梦嚟啦。OK， 个好多死遗言说好想你，说好想你，好似有其他曲，好似有其他曲会好听啲，但我又真系听到 G sharp bass。OK， 遗言说好，如果简单啲住咧，想你咧个 G sharp 点咧 7 咧可以改做 D minor， 咁你就会有得出一个又易揿又顺耳嘅声啦。啊，都想这遗言说好想你，即系跟翻上一段咯。可惜最升 key， 噩梦开始。B B flat 嘅样第二格，没有事变 B minor， 要是我今晚 A sharp minor。其实即系 B flat minor， 哦，系 B flat minor 呢度可以第一格 ，B minor 可以第一格 ，D sharp minor 咧就将呢个手型一嘢先去第六格。有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就要玩呢个 B minor 手型嘅线线线线嚟先啦。话到嘴边打住 G minor， 升一格就系 G sharp minor， 下低 C sharp。用个 B flat 个样放第四格又系。尚有幻想，尚有幻想是第几？好啦，呢度咧又有嘢玩啊，俾大家练嘢啊。咁就拍咗 ，Oh my god！ 我拍咗18分钟啦，我已经好 hea 咁教，都要18分钟。唉，呢条片冇人睇啦，咁长。高质嘅嘢，有质素嘅嘢。唉，我继续，唔喺度自嗨。尚有幻想是。尚有幻想是啊，你全部用单去处理。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and a four。One E and a two。我好似唔啱喎，睇先。One E and a two E and。唔系喎，佢有啲似三连音喎。哦，咁 G G 啦。咁大家我唔数啦。有幻想是大忌，我哋用是大忌咯。我哋听到啊 Tony Sir 唱是大忌，或者你自己唱是大忌嘅时候就跌落去，跟住就揿翻个 F sharp， 系啦，将个 D sharp minor 跌半度，跌半度就系 D minor 同 C sharp minor， 跟住去啦，加埋四号码应该出边要收嘅。跟住咧，佢原曲个编曲咧就系个 B 咧系喺。同埋應該場面應該第二拍度落嘅，咁但係如果你自己一個玩唔想咁激，你又冇 full band 蹦落去嘅話咧，你可以直接這號碼應該場面一手機，就算識誒
A-Sharp 成日揾到 A-Sharp， 死亦别再骚扰你。哎 ，A 点咧 7？OK，、okay, 我想改咗。或者死啦！我唔系好记得，我唔系好记得六线个点样 seven 啊啊！我记得五线个点样 seven。OK OK， 咦？唔系，我都做唔到啊！点样好咧？不如改咗啦。我突然间谂到 A 点样 seven 点揿啊？有冇高手请教啊？点样拍拍教学自己唔识揿嘅 ？OK， 这号码应该，因为我有少用钢琴执啊呢个。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啊不不不 ，sorry， 唔系呢句。嗱，我哋用翻 common 嗰、那个，我俾到解决办法嚟嘅，大家用翻 D sharp minor 就得噶，将个 A 点咧 seven， 我哋唔好用啲咁靓嘅 chord。哇，好不负责任呢、这个教学真系，会俾人闹咧？会唔会再有人挑机喺度？话说讲啲少少题外话，好耐之前执行仔汤力嘅一次音乐会唱嘅十八嘅中间有一段佢自己唔知点样 free flow 嘅间奏，跟住。俾人话哎呀，你执错音啊！之后我问佢，即系错咗啲咩啊？跟住佢就消失咗啦，个人啊。OK， 系、哎、好翻翻嚟，哇，已经好长啦，条片唔好讲废话。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让觉得这你很顽皮。好鬼正，我觉得即系你很顽皮嗰、那个嗰、那个痛咧，系好汤灵山。是告别式给我带泪不丧的情，只想是你 F 嘅放喺第二格就 F 咗。哎，好嘢，搞完 ，OK， 好快速，成首就一次。顺便做埋我头先话要改嗰啲嘢，或者可能会有少少 free flow 啲我自己，所以我就好快抽完一次咁就完啦。唉，廿分钟嘅片片而家边有人睇 ？Intro。传来发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所以不好意思，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亡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在，有没有一丝半？哎呀，屌操！半秒伤悲，过错了，对住我今晚异地断气，问你可很识夜，讲答通宵客。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影里你，若觉得将这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哎呀，接咗 A Y 啊！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教你苦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寡日子总讲到带泪眼，谁料情感无常，这假设太夸张，简单我怎么讲夸张。你有没有一丝半秒，出翻嚟，很积夜讲答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依伴你，若觉得将这责任加诸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只想是你，必须是你。
算再生亦被燃起都想射，唯然是我想你，我是最美未够啊你，唱不到啊，又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话到嘴边，假如早变陌路人，常有幻想是大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若觉得将这拉得真的很顽皮，是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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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完啦，中意呢条片嘅记得俾 like 啊！有咩歌想学嘅可以继续留言啦，我系可能会继续系唔理嘅，尽力啦，时间有限啦，或者大家咧多啲货金咧，我就会勤力啲拍片噶，得闲直播入嚟 pay me 货啊咁，跟住话想教咩，即刻教 ，OK， 好，中意呢条片记得俾 like 啦，可以订阅我 channel 啦，如果未订阅噶，同埋钟仔咧，今日有新嘅片或者直播你就收到通知噶啦，咁另外咧 YouTube 会员同 Patreon 会员都开启咗啦，就可以。问我攞到个 Google Drive 啦，里边有晒我执过嘅所有谱啦，包括呢一份啦，咁就系咯，仲有啲咩讲啊？冇嘢讲啦，加会员货金支持一下咯，或者其实唔加会员，就算你 IG inbox 我问我攞谱都我都会俾嘅，系啦，纯粹系如果你支持我就有啲优惠咁就成个 Drive 掟俾你咁样咧。好，今日讲到呢度先，系咯，好似好耐冇宣传。应该讲晒嘅，好啊！想学吉他嘅可以揾我啊！我而家搬咗 studio 一个月零，而家我喺荃湾，咁就系咯，完。